欢迎大家今日来参加阮历史协会即个五十万的故事吼，啊，这已经是阮典范人物的第三集啦吼。啊，历史协会就是，不能忘记历史，所以阮吼会继续个，即个咱台闽人足好个代志吼，会继续讲吼。在座嘛，足侪优秀人，可能就是阮后壁名单顶悬个啦，对无？陈南吼，后壁咱即个优秀的人，就是咱继续要做典范人物，拢伫阮个名单顶悬。那个林执行长吼，啊，吴世民呢，我本身无记得伊吼，足可惜吼，阮即个算晚辈吼，但是呢，伊个故事足精彩吼，咱在座足侪人拢甲伊共事过经验啦吼，啊，大家贡献拢足感动吼，啊，感觉足激动。我们办即个活动吼，已经想一年啊，但是吼，咱知影这个五届这个。那性爱节啦吼，啊，再哥哥姐姐吼，都很安静，就是妹妹吼，拢足低调，卖啦卖啦卖啦。但是伊个故事一定爱讲，伊个故事吼，咱唔知影，真可惜，知影一定爱知影，才会感动吼。所以今日吼，咱大家来做伙来听伊个故事，啊，真难得，遮侪人拢会当出现吼，遮侪前辈拢出现来讲伊个故事吼。咱大家要把握这款机会，这款机会吼，可能会愈来愈少吼，大家拢无爱出来，所以咱有机会，大家都爱点出来吼。啊，首先我来请阮历史协会阮的，伊敢若阮爸爸，阮大家阮妈讲，今年你有食饭无？你有食饭无？敢若阮爸爸，阮历史协会阮的会长吼，杨家莹，大家讲一句话话。啊，这个协调组的。李主任、李主任、李秘书啊，哈，啊，沈炼啊，哈，大家侨委员会的欢迎你们来这里啊，啊，摄影社啊，啊，多人啊，啊，摄影先生的家庭，这亲戚、亲戚大家，大大这个朋友。咱六三七乡亲大家午安啊！今仔日真欢喜，台语人历史协会会得办这个吴世民先生来伫遮讲伊个故事，为咱社团，为咱这个美国个台乡亲来服务。啊，伊是一个非常热心个一个人，啊，伊上重要，伊创造。这个创办这个太平时报，这是对咱台湾社团的团结、的合作，发生真大的作用。同时，伊也来创造这个文化基金会，吼，这对台湾人的历史、对台湾人的这个精神上的集中，或者咱洛杉矶的台湾人非常团结。咱台洛杉矶的乡亲虽然无真多，咱伫美国的乡亲虽然无真多，但是咱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啦吼。啊，这就是咱各个一挂长辈为着咱制造这个机会，服务创造出来。啊，咱今仔日真正欢喜，会得乡亲来遮共同来甲伊。做纪念也好，该这个怀念吼、哦、啊，大家今日大家做一个来讲一个故事，啊来回忆过去，咱到五十年前先最近为着台湾拍的这个真侪的故事来回忆来讲起。啊，咱欢迎，从无一定讲遮个高门，跟咱因来讲，乡亲人欢迎参与有关的，我来欢迎来，大家报告，大家来共同分析，多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介绍今日的贵宾吼，我们就请那个李展全秘书跟我们讲几句话，代表出面。
反正我叫做一点转头是对咱经文出来，啊，还是我台语无啥认真的来多包涵。我今日足欢喜会当来参加咱今日的座谈会，来听我们的吴兴燕先生，我们尊敬的前辈的事迹，跟大家一起来这边，来我们来了解我们过去那个吴兴燕先生，还有台湾前辈的两边的历史。那今天咱的朱文强朱大使啊，他非常想要过来参加，但是行程上实在赶不上，那特别请我来祝今天的活动还没完慢行动啊，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另外一个贵宾有我们侨务委员会啊，我们落侨中心的副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来，要不要讲几句话？我们落桥中心的主任，林委长，然后严副组长，然后林执行长林芝，还有在座现场的各位同亲，各位桥界的先进永委，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桥教中心副主任傅朱林哈，我先聊过就雷云哈廖丽云，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翁主任吼，有代志吼，伊可能无时间过来吼，特别来希望讲咱洛桥中心来参加这个活动吼，甲大家见面，甲大家来共共同吼来了解阮何先生先生伊过去为咱民主吼来奋斗来拍拼一个历史甲故事安尼。那我知影讲伊是一个足有热情吼，足有使命感的一个前辈吼，伊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家己来创办这个报纸，伊是为着民主咱历史来奋斗，所以讲我嘛真钦佩伊的想法甲伊的热情。那我今晚我嘛是足欢喜要来有一个机会吼，会使甲在座的各位贵宾共同来了解伊的故事。好，那我们洛桥中心也非常欢迎来参加这个活动，多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副组长哈，我们今天有很多贵宾来哈，那我就快的介绍，赶快开始哈。那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林执行长，他不算贵宾，他算地主哈。来，林执行长来，你讲你我好了，你看起来不要地主，你今嘛很贵，来你做地主讲起来，讲两句就好。我直接讲就好了，我听了的。啊，两句了，别管人啦。代表地主们，来讲两句，两句就好。两句就是讲吼，这个台湾的历史协会办这个活动，我想讲相当有意义，因为你按第一代笔记这个奋斗史特别才结出来，你若无留来做记录，这个无去。你按内面讲，我就去表第二代，怎样讲？第一代就是伊打安怎拍拼。所以我是真感动，我嘛真多谢你，安历史协会吼，迄个会长啊，甲你只干部真真做些代志，我想所有海外台湾人，甲你说多谢。我先告诉大家，再去补充一下，吼，你讲讲两句就好咧。开始。各位要最平安。这个天的故事吼，会当做一本差不多300万字的罄竹难书啦吼。但是我讲伊重点较趣味的啦吼。咱拄仔有看到西面影这张相吼，这是毋是干那教会咧演圣诞节的？这其实吼是伫个台北足大间的一个演奏厅吼，干那中山两遐大间吼。迄阵啊是公演，毋是干那乡里教会，是所有的，甲包括华语、英语，真侪只合作会吼。因互选去做约瑟阿玛利亚吼，咱即个圣诞节啊，你什么钢铁魔力子，什么人拢带袂比的，真正看偌水的，拄仔都看袂真着，拄仔敢无收袂真着，迄啥是够水的。啊，若西面遐真顶吼，我甲你讲，你讲什么？美国的什么迄落演教父的，然后演什么这个世界吼、
迄拢无教堂啦，三十七间有教堂，你拄啊，哦，拄啊看迄三教堂，哦，啊我因为西面做我无经过伊的允准吼，我无准，但是西面领吼，我有去甲卡片一大堆啦吼，小等下大家有兴趣，我要提登去小我看看吼，我但是话无介济哦，你来看。拍摄刚无啥物，好啊，拍摄我真个，我甲西面领，因为。伊是我的，真正是真钦佩，我真钦羡吼，诶，一个迄个，我足敬佩啦。啊，其实伊差我是，我康熙就是讲零点五代吼，因拢比我差十三四岁吼，啊，所以毋是蔡老师明仔啊，甲即个现在这爸爸吼，啊，迄人个就不管定啊，但是因钦佩我比我零点五倍。所以我生出来无外久吼，卖讲包尿珠啊，包尿珠了后，伊就拢看我大汉嘞。哦，啊，因但是呢，因开始吼，做人遐咧成功的时阵，啊，特别是当恁做性爱这的时阵吼，我拢看足清楚、足明显啦。所以我讲立一个大志，不是要赚大钱啦。我讲后摆我嘛要传给他们，生的做遐水的啦。啊，结果老天爷待我不薄啊！所以，本来我来讲了两个钱。所以真正伊啊，西面遐吼，实在是我感觉讲伊吼，一切吼足精彩。伊吼安尼快很快，啊伊足阿善，伊咧做生意，包括讲几样样我嘛足熟个，就是讲做生意也好，啊是讲做其他来美国吼，甚至买土地啦、饲有诶无诶，啊接有诶无诶吼，啊有时啊成功伊就足欢喜，失败伊也真紧着真阿善，你看要安怎做？做什么了断吼，已经阿三年。但是呢，我感觉上帝听的就是吼，咱北京伊一句讲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吼。你只遐无无遐金山无带偌济，第一土地到尾也好趁着的吼。我也是吼，半开玩笑，但是事实是安尼吼。所以我所发的信爱这也是讲好这边吼，实在是因为阮拢几啊代吼，包括阮老爸老母啊，阮因老爸老母啊，特别是。咱现在这个老爸是全台湾，我甲即马上尊敬的牧师，单开做牧师，一生影响我足多啦。我会行去山地，做去家家做探访啥，这些拢是单开做牧师。伊，阮囡仔去学我读高中、大学吼，做阮去泰国平院、去高级院，啊，伫遐甚至是阮乡里教会吼，阮囡仔说话就是全台湾说话的上高。但过去无做，我带我小团队去到平湖、七里哦，去到遐去演唱哦。所以我到尾啊，伫音乐方面稍有成就，就是讲人家讲安尼影响出来。特别是我古早，西面啊是我的老妈嘛，就是伊就是我后摆要做，我就是用伊做主就对啦。啊，个人吼，人你看，你拄啊看伊一张吼，这才是。有影影响足，比普罗更加普罗哦。啊，所以到尾啊，我来美国了后，我真正就是要对伊脚步。所以1989年，台语放教会吼，给我一笔钱去亚洲电视18台邓佩佩这个话吼，我给做一个时段。啊，我就做就是电视节目，内底嘛摆这个有话剧。你当话剧，我做有两个男主角吼，一个就是吴世明，一个吴世谦嘛。啊，分别演无同款的剧吼，甲即马还阁真笑。我毋是甲你改嘞，说明了吼，我伫个迄个我甲柯比龙有登去台湾吼，做一个迄个卫星电视叫做 CBT 全民卫视吼，比龙做其他老来只做关注电视，我伫做你个吼。啊，所以，我伫个即个我的 CBT 全民卫视吼，说明了迄阵啊，拄拄啊安尼伫马街平等个维持的时阵吼。哦，迄阵啊，我仲敢做特别节目，所以你得看无线电特别专辑，因为是咱无线的设备，可以当看这卡带。我感觉那个老掉特别炸的吼，啊，哪会当卡皮啊？是讲会当交五卡，因为老掉我遮，你应该是你更加爱看这个吼。所以我想，伊的迄个伫台湾的，阮囡仔时代吼，阮伫台湾基督教教会迄阵啊是。拢总是10万人的信徒，像个教会就是讲，差不多大家人看拢是 number one，
啊，像你讲话上天的时候，拄到西面遐，西面所因迄阵啊，安尼带动出来，因迄代吼，拄到十几万的时候吼，拄啊变条台，日本啊变做蒋介石吼，啊变伫个变动当中，啊都国民党来就蒋介石就全部改良，因伫迄款的环境吼，就是讲因破荒摸索出来，所以西面遐甲王桂英啊，也是讲我咧无因一辈人吼，其实因都拢是伫。有淡薄仔尔，但是我想要甲突破迄款的境界吼，包括到尾做生意的迄个冲劲也好，性格也好吼，真正我感觉讲，实在是讲，我一生一直摸索，就是讲，我若会通过因淡薄仔好，莫想济啊，所以我一直拢行来有对伊的这脚步。另外，我即摆就是我讲想济伊较低调，我上钦佩就是讲，伊默默行善，吼、哦，无论对待政治人物吼。伊无党派吼，个性容易啊，伊也差吼。但是当然，平平民也好，官官军也好，是地方教派，这党派伊拢真正支持有支持。哦，所以我只要有几下影响，伊甲古俊明的吼，诶，可能即个计，我唔知有听出来无吼？哦，啊，甲平平民的哦，即拢有听出来吼。啊，佫一张吼，连高大单阿姊上大出出来，叫通知朋友掠去吼，伫遐作事的时阵来到洛杉矶嘛，就你话，我咧主持啊，说明遐甲我做伙唱微笑 overcome 吼，所以遮有足侪吼，包括讲即个郑丽环吼，叫关足久啊，叫做许朝德，恁即马可能会记得这个人，考中的啦吼，来到美国吼，伊阵啊也无人咧甲插咧，但是伊是知影着甲请来，即太平有事过，迄阵啊顶可能啊也到底下咧用做做，也是用副总经理做啦。哦，我即伊因为是对台大家拢足好，而且吼伊真正吼柯信荣即无共派啊吼，迄阵啊所谓共做，真侪人迄阵啊人家就把分做两派，就都是较带动人民的派。即当时有个海外组织啦，吼，啊，即就是即张相吼，我唔知你有听过啊？就即张就是讲后孙正义、后邱家友、哦啊江兆仪、柯信良，连萧正柱都伫内底，迄所谓的南加州帮的吼，伊也介是吼，啊，平常面迄个较袂讲啦，吼，迄就是开头到尾拢支持的吼，所以我是讲，伊个人伊袂去分什么党派，啊，当然知识中间伊会吃亏啦。有的人就甲变做一派，有的变做一派，哦，啊，因为我拢对伊咧行，所以我到尾啊吼，啊，我讲甲疲劳也真好，甲加油也真好，所以嘛有人讲我是人加油帮的，哦，啊，但是台独人民迄边，啊，诶，人加油帮的是我，我嘛是台独人民迄边，但是我因为我在西平遐咧行路，这条路上，所以张灿宏伫1991年伫纽约办一个全盟回台的迄个参会吼。请人的迄、那个诶，无甲参会吼，伊嘛请我去纽约去来主持啊，吼、哦，啊，即摆咱这边吼，我倒加油，吼，咱嘉兴路这边，我拢无分啦，所以我嘛是同款，我拢对这边遐吼，虽然有误解，吼、哦，我甚至要选台北台湾中央会吼，嘛有人拿全面背去咯，吼、哦，讲叫我卖选，咩我选输也无得啦，但是我即摆感觉讲上面拢有利用性。但讲西面遐，伊若有某一条路咱甲动起来时阵，其实后壁迄个动起来，迄个商店吼是自然有至少有梦想讲，这条路我甲你动起来，但是我会甲你开更加大条路。哦，我甲伊本身就晓得，对无？我做当面当面，我来选条船。过过一年，我比人家伟大人家电话啊，讲我正咧创作，迄个建设公司啊需要你即款人才啊。啊，我来到做当面当当面的时候，我就歹势伊。这部才是我袂当对面，所以真济吼，我感觉讲西面兄吼，一直拢是我的这个 role model 吼，啊，就是我一直要效法的人。哦，今仔咱今有四五个拢要讲西面吼，所以我拍摄人占真济时间啦。所以我家己一生我会结论啦吼，西面好像伊是一个 a man with vision， 哦 ，vision， 伊足有洞察力，啊，伊足够看这咱远的这过较远的路，人伊比咱看较清楚。伊嘛就是 a man with ambition， 好 ，he is very ambitious。好，伊若爬吼，就是讲，
落去，家己来吞就对啦吼。所以我讲讲 ，this man was vision and this man was ambition。我说的是，这边呀吼，伊是足有情有义啦。哦，伊对厝里的人也好，对兄弟姊妹也好，啊，对长辈也好，对，他我即款后辈伊也真好。兄弟姊妹教会主来主外，伊拢真非常好。哦，啊，所以伊无我即我所了解吼。这边日本也是讲其他台湾来吼，那较落魄的，啊较受迫害，无人要做的吼，所以听拢一直一直拢唔去甲做。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善待人心吼，这是真正画出几多个方面。伊某时也无定咧，甲别人学了做啊吼，这故事我较定咧讲啊。但是这边呢，伊是真正受迫拢咧当下做学了做，而且讲咧 follow Jesus Christ， 伊拢第一样咧行。哦，所以这点吼，我感觉讲，伊实在是吼，到即阵我讲，咱少年的，就是讲，伊到尾啊，就是因阿来对尾啊，才讲甲少年做。但是我今仔要用上尾啊，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伊伫咱教圣经内底吼，有一个事情也做，伊真正叫做五饼二鱼啊，我要变五鱼啊，我耶稣基督阿去。去到一个所在，有差不多三千至五千人伫遐，加了厝边就要听伊讲道啊！哦，啊，讲了是真话，啊无，比如讲日头就要落山，啊无，比如讲有遮人要倒食饭，迄个山顶啊，啊，那也无讲遐侪，干吗点生气了人啊？哦，所以阿叔问伊啊，即伊啊，即讲啊，他遮人要倒食饭，哦，干那一个囡仔吼，伊老母吼，甲炸一个便当。哦，我一定要买伊啊！哎，你需要我帮忙讲社会嘛？啊，耶稣讲，我一定要去啊！啊，耶稣就出来向天祈祷，啊，然后伊就开始变变，哇，迄变愈变愈多，愈变愈多，到尾三千人，迄摆三千人是算查甫的啊，那讲从查某的个囡仔算超过千人，大家拢食到百个为主咯，我有捡十二拿的安尼，这个是事实，我到即摆还无法度能解释。但是呢，我要甲大家讲，咱现代五饼二鱼足多啊，西面遐就是五饼二鱼创造过啊。你看，太平的时候，这1992年哦，咱即马拢是讲选总统是应该的，大家袂记得讲国家总统是老侪呢，国家代表迄个有诶差讲送来到即个阳明山的吼，但是大家拢袂记得讲总统选举是。海内我才去拼出来的，其中你看这太平时无，1992年我才即马留下吼，内底有遐侪人联名吼，包括毛，包括徐文明、毛泽东，甲你做社长伊嘛，伊嘛做市长，这名都内底拢有咯吼。啊，社头都我咪讲，1992年后礼拜咱叫做欢迎班吼，太侪人，你拜是我主持的，所以我袂啊吼。所以你讲这款的，因为有这个物件。只要到尾啊，讲了后会选总统的时阵吼，但是咱就是话，公元2000年第一摆吼，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选掉啊，阿扁啊，哦，啊这边是我跟咱就是话吼，2000年马就是二年啊，吼、哦，三月三十吼，咱那阵已经赢啊，哦，是阿扁最近两年已经赢。哦，所以太平时代就是现代版的五个饼的关系。是安怎讲呢？我一个人写文章尔，我若讲即摆直接甲你讲，我即篇文章上侪五十个听无，一百个听无。但是通过太平时代，因为说明遐伊创造，真正人在编辑黄树仁为即摆为名个编到即摆迄个咧，哦，为头到尾，因出去3000-10000足济人。而且他的师傅吼，伊就是伊的功劳是啥呢？唔是干那多苦人样的，全世界吼，因我袂当做见证人啊。有人为德国特别定的啊，有人为澳洲特别定巴西啥的啊。哦，所以因为这款的时阵吼，就是每一个人写文章，几个人编的时候，但是到尾是几千人。哦，啊，若讲讲即马讲电讯报的时阵吼，哦，你若就，所以我到尾啊。我跟西面遐是我的老妈咯，我就是对安尼做。到尾啊，拄拄好，我另外一个知，哦，这知遇之恩吼，
大家讲我有这能力，就是靠背了嘛。因为我看人好嘞，我怎么在台湾？你哪里做国台啊？我咧做一个，做咧办一个电视吼。啊，你文件你都爱，甲我斗斗三个，我就转爱跟你做一场。哦，我咧要创，要创办一个电视公司，无遐简单啦。哦，啊，我嘛想讲，相对咯，我有这才能啊，所以我等你吼。节目部甲新闻部都管得嘛，啊，比如遐负责去留钱，有时啊嘛，阮两个留啊吼，逐个月发薪水吼，六七十个员工嘞，有时啊，阮拢啊去甲什么科林文龙啦，去甲迄什么陈顺龙吼，遮有钱的民进党啦吼，啊去甲摕，咱有咧开支票哩吼，迄外交收嘞，六月甲你开十二月嘞，啊你目睭人民人上吊啊，你都无钱通领啊，所以你甲林文龙我来问路，拜托。吼、哦，这张吼先互我对来，伊讲啊，恁这对就都毋捌转来咧，吼、哦，啊，但是伊又知影讲这有效，所以吼、哦，往往吼，去真正讲要甲摕500万啦，有一摆是过，有咧过去，大家要等去叫，要讲，毋是纯粹啊，要讲领无拉屎啦，啊，要等去过年，无人无要甲太太、甲老母、老爸、老母交代，阮两个拢是安尼，吼、哦，安尼点咧，有时啊。比用借钱借块费大，我来弄下这摆还你钱，吼吼吼，来个咁。为了要你用借钱哦，阮弄咧，咧是三分两块地，无钱卡无钱过，啥物事啊泡面啊，无开工啦，开工啊差不多看见我天天个钱在讲，啊这摆都摆到钱个。哎，我讲你免讲啦，你进来我边个我就知要创啥。我这是不开玩笑啦，不过真正西面遐个代志吼，罄竹难书啦，所以我讲。连现在的这个现无与二比的现代版哦，咱今仔日，咱就去交代讲，五岁人甲咱做伙哦，你若包过的物件，到分布出来，到处布出来吼，恁拢是甲这物件做伙，咱有分去拍这些，连这个无与二比的神奇哦，啊我唔敢占真侪时间啦，加入是代表是无工程啦吼，所以留一寡时间落去。啊！若万一若讲人工若伤短吼，伤细啦吼，啊！若需要我阁计八个包装吼，啊！你若唔惊，啊！我甲你讲到全部了无用啦吼。OK， 好，来到这为止，多谢。好，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我们历史协会前会长郑敏泉先讲一下《太平洋时报》这个部分，然后等一下各位有什么？要分享的，通通欢迎拿出来分享你的个人的经验，好不好？啊、嗯，好，谢谢你啊，我这个，好，来，介绍一下，来，你大家好，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来。1986年的时，当英军遗书伊来入侵部队，哈，国防卫生 master degree， 啊，伊个暑假呢，伊来洛杉矶演讲访问，啊，这个林恒哲遗书两个人呢，啊。
安尼一直鼓舞啦，讲咱台语人需要一份《New York Times》替咱发声。啊，陈英英讲，那一人一万块，一百个人，一百万，啊，咱就发下去啦。我迄阵嘛是想讲，叫做廖副讲的五亿。五比二，二比二。我想讲，我若甲签个啊，可能安尼对报纸要成立，可能有帮助，所以我甲签。这个报纸正式要开始的时候，就是。迄阵有南加州大学通过，暂时代替这个亚洲商报，亚洲商报办三档了关起来，所以中央社团一点都种种的用大学通过，但是迄个报纸发一遍，效果真歹，所以真需要一个社区的报纸，至少周报。啊！伫迄个讨论流弊的地方呢，有一个社团 PUF 联合基金会，1986年，林康泽为芝加哥遐来请一个社团，一个 non-profit， 一个这样子啊。彼当阵呢，谢明亮嘛邀请我加入做第一届秘书。迄阵是讲爱交500块啦，可能30几年前500块比即摆较大呢，啊，即 TU 的第一任的会长就是谢明亮。办真侪文化、音乐的大型的活动。啊，伫1987年年初时，伫第一遍算讲邮递董事会内底呢，西面遐有向大家讲，发展并转。起步啦，安尼伊想讲我开药局，即几单啊，都拢还未关店吼，可能有淡薄仔经验的经验，所以我就将4间药局内底一间较趁钱的呢，我股份60%，我就甲卖去。啊，卖去呢，有淡薄仔，差不多使吃2万块，做太平时报设立的基金啦，你爱租店的，去就政府去，种种开销，所以。6月7日，期刊，1987年6月1日，试刊，对，真大版的这个的新闻广告都拢出来，我是希望讲太平洋时报呢，政治较卖。恰当用经济商业活动来为主要，我认为这个报纸收入呢，应该是拢靠广告。你若要靠地方呢，可能第一单会使，但是第二单要内容的时呢，
一定会减，会减真多。不过，因为咱以前的总编辑吴宗宪先生，伊当阵就用政治作为上大的这个主题，所以每遍头头条新闻都是要打倒王生李焕。好，真正会画个豆豆皮啊！迄个八七年暑假中间，蒋经国嘛过身，所以这太平时报呢，第一当时在是讲真浅啦，伊个主张伊讲的吼，真紧就实现。我是甲董事会答辩讲，我做社长一当就好，一年就好。啊，因为我有了，要不是负担 pharmacist。啊，这中间呢，社长爱做的工作呢，80%拢西面遐伫干搭啦，伊早起。六年无闲了，九点十点，啊，就走去阿哈布拉第四街报社，去啊，有时嘛接电话，吼，因为外口外州的电话，就是啥，啊，关前关后，吼，我接近一大个回答。但是八六年伫筹备报社时呢，彼当阵是要改革时阵，阮太太是惊伊讲不会被江南调，江南吼，八十年迄个竹联帮啊，走来个加州。派这个作家吼，工人上面，所以迄当阵呢，是来讲西面遐有咧出来用太平时报，伊嘛是留了角膜啦，吼、哦，讲台湾无等于过年无啦，活紧安尼，吼、哦，嗯。报纸开始伫发行的时呢，西面兄伊脑筋动着真紧，伊有一早起透早五点外，讲叫我去伊个农场，伫遐有一间农舍，差不多一间礼堂的大，内底暗暗，伊讲伊。顶礼拜进一万张的发财树，发财树，迄发财树应该是墨西哥原产的马拉巴利，伊大概就七八公尺，哎，结迄个籽，迄籽含含的真好食。我有一个三兄，伫玉山长青。伊寒天的时呢，拢去捡迄马拉巴利的籽啊，摕转来，互阮烘吼，安尼做点心，真个。尾仔我才知影讲，阮三兄是含西面大大化工的工界，工界。因为我一边不停。太平洋时报等于台北的时，啊，分哦，我阿爷看，伊讲啊，我西面，这我捌哩，我去年才去家买皮安喏，听过，
我跟茶叶同行咯，古人啊，因此我讲的尴尬。他听讲西面所我那讲尴尬的话，哦，呆呆。啊，这是我为我三嫂，我三嫂我呆呆龙井寺听到，因北港人较真卡，啊去台北读书，啊感觉讲大汉吼，大汉讲真摩登啦，啊真高贵安尼吼，伊家己呢两三个查某囡仔讲。就招来要去外文的旁听啦。我阿嫂伊问讲，啊要旁听啥物啦？咱家己下年有课，我唔是啦。要去看台大校花。好，阿姨要给你名，讲这就叫做陈信爱。啊，四十三啊。姐姐，我欲替叶秘书、四个阿公伊个太太老伟讲一句话话，因今仔日拄啊代代即个同窗会吼，伊个同窗会伊袂当，吼、哦，伊是讲含心爱姐啊，伊拢叫爱姐。两个人呢，都是读书的查某囝，哦，啊，拢是爸母生的唯一的千金啦，哦，其他拢查甫的，啊，这个老母呢，伫上面教会，伊因为读音乐个，所以练 piano 弹奏，啊，都唱歌对，啊，有时。中道呢，就伫新来这下厝食午餐，食因为下昼呢要去练新的歌。啊，伫遐出席的时呢，一个漂皮的少年西面，拢定定收伫新疆的。在旁边啊，当然你知道说你们从小的时候就都有熟悉，啊，没多久这个叶秘书已经在美国留学，在东岸，有一天他在洛杉矶访问，还有特别去领导去给恁挨杀子，啊！去当阵西面甲伊讲，伊想要办一个台湾代理人的工作，啊！迄个决心有滴家己也想过，啊！果然过无几个月，因就接到电话，接到这个工作，但是。无外久呢，听讲西面也等于台湾，啊，佫破病哦，真紧就过身，所以真艰难，真难啊！一只客先来这样，甲你祝福一下。好，我简单讲到这。谢谢啊。其实证明权很宝贵，来林执行长，你讲，你准备好？哇，我准备了，没准备好，不用准备。Anytime， 把书在拿来。这个台湾听到这个，诶，故事真感动啊！吼，啊，今仔日嘛拄到这个古建中吼，伊讲今仔日伫画图，啊，古建中古早这。他们会啊，台湾那个乡里，伊讲要足球资料，啊，台湾有看到这个单用，伊想要退步，这可能全世界都在这做。
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今日听到真感动。我感觉按即代的代理，我是恁台湾民主的讲的，袂当讲无讲，真正爱真正做拍拼。我从遮物件，即摆大家拢去当赛的吼，上一日咯，当有一个老爷咧看领导吼，啊，伊是艺术协会真先办，我一对伊讲，啊，遮就讲，我那讲，那位单对他。哦，我看了，敢那是好，伊的物件比人较济，所以我怎起来提款，全部拢啊 scan 哦，要留作记录。听讲我汇款二十档的历史，我嘛拜落汇款拢啊 scan 着，因为即摆无做后面的好，我是讲，若讲同样你，若讲找你，感觉讲一寡物件你讲，感觉讲真有历史价值，特别是即个是即个人的历史吼，即种可能在你去尔，你著关注。汇款的责任就要替台湾人、台美人的历史留一个记录，我是做汇款足重要。唔是讲后面你起一间1700万的建筑，要偌水拄偌水，真钱也无伫遐，你这个物件嘛感慨。李秘书，我来插一句啦。两年前，阮查某囝有伊个事吼，就是迄个，伊有甲替咱代表师傅吼，第一套，对，阮有准备。迄就是给我一个提示，就是讲，即嘛嘛汇款物件嘛是要。要批几百，有哪要准备啊？好，但是，他们是无，你无遐一个能力，全力来处理这個。啊，会馆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体，一个办公室，我就会馆来做这代志。哦，这我再来今日有感而发，我总伫当时就出来讲哦。啊，我知影有一个人对这该有注意哦。啊，黄主任这该有注意哦。啊，伊拢会晓用啊，你这可以哦。你但第一个代志吼。我真侪拢已经在开始了。对，吼，我是讲大家来做一天台湾人的，对，按一代来做一记录，安好无？好，好，谢谢。啊，这个吴先生先生哦，因为我1984年才搬来加州啦吼，所以我嘛，所以含伊台湾一部分拢无介熟悉，但是哦，迄阵伊当面搬来遮就。就参加台湾人社团活动，才知影讲吼，吴先生先生，你若要爱钱，去哪倒一定有。哎，我印象是安尼吼。啊，特别伊吼，我感觉我含小老小声，我两个讲话拢做大声，拢看到豪爽啦。那好听就是豪爽啦吼，啊那歹听就是小老粗鲁啦，就是讲吼，啊佫规世人吼，拢念叨钱，哎真个。太平师傅吼，伊两太平师傅做咧做一部阵吼，伊带咧挑战，伊袂见笑哦，伊袂歹势啦，伊袂见笑讲对啦，但伊讲对，伊袂歹势，伊感觉我这是在这个社会重要代志做，我要替台湾人做代志，伊袂歹势带咧挑战，我只要替台湾人袂管你无管，我嘛袂歹势，我唔是要做你个底啊，对不对？迄边就安尼第二代啦，所以吼。但这点我感觉含小可声哦，我话阁大声哦，啊就我较袂见笑啊，伊较袂歹势啦。说得也是啦。哎呀。啊，阁像西门你看嘿。啊，这个当然啦，较老一辈吼，当然咱遮少年无讲介济个，少年人无讲介济，而且老一辈我想对伊是拢真怀念，我对伊真了解啦，特别太平师傅吼。了，阁继续经营吼，当然后壁即个甲当时比如也即个勇气吼，替台湾人个历史留足宝贵个，特别像去美国个时吼，即是若无一个 vision 啊，若无一个爱心是做袂到。会了钱，伊甲大家帮起来对不对？但是当年间更加吼，甲像差不多会当讲安尼，甲一段时间前辈嘛，差不多对了，真正安只留足好个历史个伊，安予台湾人，正宗就摕三遍拢无留下。我啊，这真啊足高兴，我就喺我安在替代你，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当然我说明，先生伊对这个台湾政治都照你讲个，伊对人为了台湾好，伊拢支持着对，伊不落败啦吼。啊，我印象我足深个，我是1996才开始有去插政治，是讲台湾开始民诶，台湾总统民选时，我才开始有插入政治，对王立文先生才有插入。但是，事实阵台湾呢，
到湾医学的进步开始起来，应该是算陈水扁先生嘛吼，因为伊阵伊的charisma，所以规个气氛拢起来，伊阵做1994，伊个阿扁啊选到第一任的市长，我啊即个迄阵当然迄是三峡渡，讲个迄嘛是无，就是讲天佑台湾啦、啊，若无三峡渡伊嘛选袂着，迄国民党咧有钱有势啊，够欺战吼。啊，我感觉讲台湾的历史，按阿扁迄阵就开始改变了，就是讲你看到是讲，所以我迄阵我感觉讲迄个郭台铭先生伊就真正就是搁较拼了对吧吼？迄阵个总统大选，总统大选伊作烦恼讲，总统大选这好机会若失去吼，伊我会记哩，我印象无毋对啦，伊真关心讲即个总统在台湾来做。所以伊阵艰苦的时候，我就是吼，伫马家的时阵，但水利先生特别去双节是足无用的，吼、哦、啊专门去迄个便宜贷款，吼、哦、有嘛有这个？我见证啦，我你听嘛，我的电视吼、哦、三个记者去全场去甲访问，系啊，我有足感动的。啊，其实我咧补充吼，伊关心阿扁也是，唔是伊做市长呢？伊台南选输因某车祸时阵哦，吴世芬从暗中甲买一个上质的迄个轮椅转去互伊。伊是伊叫阿扁啊，第一件是伊救啦，吼。阿扁啊，唔敢争哦，阿扁啊，足无。对，我就是。我前下头咧甲因家在讲啦 ，Eric 啊，我接到伊电话讲，诶，世芬兄吼，交代讲，即马阿扁啊要来哦，所以你爱甲带记者来。去沿岸的原则性，我爱甲搬出来，这是海内外革命情谊的见证。所以我这地就是安尼啊。对。你就是去让我照安尼，你让我来做原则性。哎呀，这种真正足重要吼，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吼。啊，到尾我一个上尾啊的一个感想啊吼。啊，第一代伫这个社会内底，真关心台湾人社团的吼，人真济。阿嘛几啊，了朋友拢去啊，拢已经离开啊了吼。但是真侪人，伊本身第一代真关心台湾、台闽人社区、海外台湾人的代志。但是伊离开以后，就是因个家族，哦，甚至伊个太太，较接近的，嘛拢无继续来关心，无感觉讲，伊拢知影因爸爸、因先生，即台湾是伊个心中的最爱，但是伊离开以后，都拢无。即几下我卖讲吼，啊几下有诶，伊想讲在伫讨论说啊，吼啊在伫最近伫老板嘛，即个关注说，但是离开以后，都拢无插台湾个代志。但是我是感觉真感动。这个西面兄跟西面出来合作，吴先生虽然离开安尼久啊，西面出来重要，其他几拢出来。哦，我是爱特别来说就是啊，太关心哦，这是上届的结果情况。啊，当然西面出来，你也感觉应该真欣慰啦，因为恁的政绩好嘛。查甫拢面头，啊，查某拢水，哦，这是上好的证，这就是你老的面头。啊，我是感觉你安尼，大家一定，大家继续祝福。啊，你希望你这个精神会当予再做案，有一只案拢会离开。我希望你若讲小寡，那存一点仔钱啦吼，啊，讲你有啥物货，即我想看嘛，我要替台湾人个。即、这个我伫遮，我大部分伫美国大时间拢比台湾较济啊。台湾是安尼西好，美国是安尼友好，敢会当留一寡物件互安尼友好，啊，互安尼第二代有卖讲百分之百上安遮个心，留五十就好啊。哦，我就是希望讲大家在座大家开始有哪思考，大家立场支持拢会到，啊，大家来想，谢秘书啊，安尼继续来参与，甲各位面干嘛讲，伊无法当对住。哦，啊，这个，我多一点在讲了。啊，这个，
所以我有哪一日两名安尼啊，就是安尼，对不对？有哪无？哦对，因的家族吼，代理小姐办几啊遍了吼，安北这边有代理小姐的双臂，其中一个作祟作呕的是，西面所的伊哥哥的招数，吼、哦、啊选了以后，作个代理小姐就拢无去交叉社会的代志。但是今日早孙有够认真嘞，搁伫这个社会搁服务足久，我感觉这嘛是足方真尊重这个安怎第二代就是会当有这个精神，我想这一定有哪有受到恁爸爸恁阿公啊恁吼恁家族的影响，我想讲这精神希望继续大家拢留落，啊逐日去实践啦。啊，我讲到辛苦啊，简单啊，谢谢。你好，做 Angel 啦，好。Angela 做过轮，都介绍。Angela 的阿妈，是啊。哦，还好。你的 Angela 阿妈，好，来。哇，谢谢。来，今麦看吼，咱这个东华来的黄素仁管理啊，嘿啊。耶，你也到齐啦。我今仔日这个 story 足底啊，因为我甲吴世仁先生哦有交集，是对1990加1995，所以才过来时间。啊，真正参与着太平洋事故，可能就三个月。啊，这个故事吼、哦，我先我只要讲一下我的这个。你哈，就是讲我伫台湾，伫1979年到1984年来美国进前是伫台湾中国事务做编辑。然后呢，我1984年移民来美国的时候，这边的中国事务，因为伫台北那边，我的头家余志忠讲叫我来遮中国事务。啊，伊的囝讲无咧，我无需要啦。你若要，你对新进人员开始。一个月1450块，税前、哦。我想讲，1450块，我伫遮要饲母，甲饲查某囝，饲袂倒，所以较紧搁找好咯。啊，所以就进入去迄个中部。啊，中部迄阵啊，可能有人会认为讲这是亲中的吼、哦。啊，这个头家是咱台湾人，做副朝书，伊亲中无对，足亲中，啊，但是伊是国民党。去予王生斗争了，就走来美国，哎，伫香港甲伫美国创办中国。啊，但是阮伫阮诶编辑部呢，是独派啦吼，啊社会主义诶啦，通派拢总有。咱迄、那个你毋知，毋知知影即个人，叫做陈玉树，陈玉树，迄是当年咱伫即个海外大学。经济学的一个台湾人，伊去予去日本的是去予国民党绑架转来台湾判死的。啊，加在伊的老师甲伊的朋友拢甲国民施压力，所以国民才给台湾施压力嘛，放甲放出来，无采煞就枪毙哈。啊，嘛有一个咱拢熟悉孙庆宇的妹妹，叫做彭婉如。这是我的同事，嘛我足好的朋友嘛，啊，我也不幸的失事情，掉 break 个台式，啊，这中间甲1989年天安门事件，迄阵啊，我的头家呢，甲你写一篇文章讲，我们举双手赞成派兵进驻北京城，啊，要整个逃办。我迄阵啊是副总编辑兼编头版。我迄天我看到这篇文章，我甲总编辑讲，我即我发展 line， 我无得过，无得过做嘛，所以我要开。啊，伊嘛看看讲啊，安尼人来甲伊讲，啊头家讲一定爱甲听，所以我迄天怎总编辑副总编辑出来甲
概算不讲，拢咧是一总编辑甲副总编辑拢咧是，所以有十三个人拢走。我要讲，这就是讲，迄个时阵，我第一个感慨就是，要做是一个媒体的人吼，啊，甲一个 editor， 伊会捌听卖，你呐，迄个是一个选择吼，所以我当面甲阮某讲，我无头路，阮某讲也是安尼，啊过来食饭饼。啊，后来我转甲朋友伫南庙伫遐办一份社区的报纸，啊，甲1990年。忽然间有一天吼，有窗电话敲来，伊讲：“哎、欸，黄树仁，你要来阮加州遮办报纸，叫我办报纸。”我讲：“你是啥物人？”伊讲：“我做我做无生意。”我迄阵仔就知伊讲即个，啊，我嘛唔知伊是啥物人。哦，啊，伊讲伊要办日报，我知后来才知影讲，我本来是周报，啊，无生意，想要办做日报。哦、我是甲吴世平先生讲，即办日报是足烧钱，然后迄一个烧的是无得一天的吼，用无紧，我停得起吼、哦。所以我好啊，无来我来看卖啊，我过来看，看了讲好啊，无咱我都来吼、哦。所以我靠我太太，靠我妈妈，靠我两个查某囝，塞一只车，甲所有家当拢甲挤挤进，啊塞。在浙江啊，在浙江过来，吴先生对我足好个啦。伊把我载咧龙龙飞吼，干那要叫我买厝，伊讲恁伫遮就较紧买厝吼。啊，我迄阵较有钱吼，伊甲载去办卡那呀。我讲啊，你甲我载来遮，遮远我要去上班变怎？啊，买个东西我是无必要租厝个吼。啊，一个经营即个日报了。伊就发现讲，哦，这足 serious 的一个问题，因为这 financial 日报你在印这报纸，甲印费用、甲广告收支吼，你因为有法度打平，你只要有法度赚钱，伊阵个现任是无法度。啊，我迄阵嘛只另外一个感慨，讲我若无法度。得到我的头家的信任，我就无法度不做。因为迄时阵吼，伊个边个人，我的同事内面有一个足重个人，一直甲我 damage 我的迄个，我的 reputation 是甚物，我唔知啊。但是到尾个先生已经无法度 trust me， 所以我后来就想讲袂使，我安尼阁做咧，会大家会足无快乐，所以我就quit。所以我会记得我是做三个月，做到三个月，即马行甲看，我看咱的太平洋时报的证实啊，正数，不拢无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今仔日用这拜关爷时的方法来甲报一下，因为这段是。真短，啊，阁无成功的一个历史啊！啊，我的重点就是安尼，我的重点就是讲，我迄阵的第二个感想就是讲，我做媒体的感觉就是讲，我若无法度，互我的头家，还是互我的上司信任我，我就必须爱离开，啊，无会做袂落去。尤其迄阵啊，这钱一直吞落去，啊，收入无限制，头家会想讲，你太无爱配合这个新闻啊，就是变作植入性行销迄种的，会做完就走出来。我是较或者较古典的迄种媒体啦，所以无法度接受这款的 concept。我离开了，我全决心讲，我无法度家己来做家己的这个 workshop。全体人变报纸，爱怎生意嘛真好。啊，囡仔怎一直直接大，直接大。啊，我甲伊叫，即中间大家，我甲吴世平先生拢还阁真好势，大家拢真 friendly， 伊嘛对我足好。甲伊叫1995年的，应该是4月底的时候，
伊还佫一只，还袂等于台湾，是。我一摆太食饭，我发现讲，迄吴先生太变作瘦，啊，伊甲我讲，我都规场拢感觉无好势，我迄阵嘛袂感觉安怎。啊，结果一个月，顶下个月就无月，迄、那个我一摆太平洋时报是迄个社长江兆林先生吼，伊敲电话甲我讲，哎，吴先生过生日。我足笑，我的感觉就是讲，这个这好的人，太这紧过世。啊，当然伊，我后来听讲，伊足 peaceful 的 pass away 哈，啊嘛，感觉较难过。啊，我后来这个这么侪年吼，一直到即阵啊，即阵啊已经叫做已经做阿公啊啊。联邦政府嘛开始甲我饲啊吼，我回头安尼想吼，迄阵啊若无吴先生先生甲我，我嘛拢无想过伊嘛无毋捌我个吼，会甲我拍这个电话，改变我个，对我四十岁以后大概即阵啊个人生吼，予我有真好个环境，也是我个查某囝个查某囝嘛拢真好个回溯。那像人咧讲，就道士甘蔗，人生太过一段只，愈来愈感觉会足 peaceful， 足快乐。我大概拢是，我来大概去找吴太太，我拢甲讲，讲我唔是，我唔是道教，所以我拢拜托讲吴太太当伊咧去，伊倒啊靠，我真是咧大家乐的是。爱甲替我讲讲话，足感谢，因为是我的贵人，谢谢。我有准备真短的两条歌吼，我看真侪五甲啊，甲双连甲花的朋友吼，啊，阮古早时代西门兄甲新来姐吼，伊哩阵教阮唱，啊，阮跟唱了，唱看有一百人目睭拢开始咧唱歌啦，唱了再过来继续，啊，再短短吼。有个人有提到这谱吼，啊，咱小可唱一下，我一定爱出来啦。我见咱就大家绝对拢来，一条是情歌啦，叫做《When the Sun Says Goodnight to the Mountain》。好，这现在这声音，你看现在大家拢会晓背啦。啊，你老谱的，还是讲你会晓背，咱做伙唱一下，真短，拢都加起来才四分钟尔吼。来，《When the Sun Says Goodnight》刷落去就是一条信仰的歌，讲我在救助，的确的。When the sun sets goodnight to the mountain and the glow of the day is the moon, in my dreams I was alone on the mountain with my heart.Darkest night.
就是他就会完全融在里面，
啊，我了了，你知我迄个就小说了。啊，因为安尼吼，所以我后来嘛就爱，就开始爱看小说。啊，我就可是我看小说吼，但不爱读册啦，所以我读个册子就把考试拢袂好写。但是我即马爱感谢讲，因为伊的迄个，让我感觉讲吼，我看书，其实这个书也在我以后的生活内底，让我有真多对人性的了解，所以我真感谢，是伊即款 pattern 的话。啊，我观察伊吼，伊的一生毋是干迄个书看册，伊拢。后来他开始在奔波到世界各国，那边日本，那边对岸吼。伊一定要，我知伊要上飞机的时候，一定会去买一本册。啊，伊讲伊拢在飞机上，他就看完一本书。啊，所以伊是真马马虎虎的，一看一本册就丢一，看到一本他就丢了哈，去看完一万心情。啊，过两晚会发现讲，他常常怎么这么。大人呢还常看漫画书啊，伊个漫画书就是，迄阵我无啥知影，迄种安美国的，迄个 Charlie Brown 还有那个 Peanuts 这种，我想这漫画书为什么他会喜欢看漫画书？原来里面都有很多人生哲理，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他的性情是那么我不晓得，就是很我把它解释成罗曼蒂克。他很用心啊！我小时候哈，我们熊盖一年里面最重要的日子的是圣诞节的晚会啊，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演剧啊。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个年轻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大哥哈，差不多是带头，他们就会演，一定最后会演一个很好的剧，那个剧都是他们编的。然后他很会演，他演的时候就会，让你好像就感受到那个整个情节，所以这就是我对伊的感觉。啊，你们看他的相片就觉得说，哦不，那个我想等一下再讲。还有就是伊对于那种广把人给照顾，还关心，他是很细心的。可能大家看伊干呐，安尼嘻嘻哈哈的。其实我是觉得，我一直觉得观察他，伊就是足细腻的，在关心每一个人。那个有一个比他大概小五岁，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个亲戚。啊，他现在住在我们社区，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也跟我说，他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他考上北一女，初中、高中他考上北一女，或者考试考得很好。那时候一就大哥是阿吉啊，因为阿吉啊，他都每次我考好的，一直朝我一块怎样？啊，其实大哥那个时候可能也只是大学生而已。但是他为了要鼓励他会带他去看电影。啊，过一下我家我三姐的囡仔，考到初中或者师大附中，那个时候、考试不太容易了哈。啊，他就很替他高兴，去外边住，伊刚刚多朝大学就毕业的，开始做代志，只是薪水低级。可是他一听到他考上师大附中，他很高兴，伊就去甲买一台脚踏车送给他。这个当时来看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很少人可以做。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是淡江中学，淡江中学是升学率很低很低的一个学校，啊，就被伊吼带大嫂甲囡仔去学校佚佗，啊，伊甲我讲，啊，你到底读册你是有学琴无？我说没有，你说哪家读册就是爱学琴。好，然后他就鼓励我要学习，然后他后来又丢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考上省立大学，省立以上大学，就是以上的大学，省立国立了哈，
那我就送你一部钢琴。哦，我想这是在讲过啦，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升学率几乎是没有。啊，我读这个无认真哦。啊，可是他这个，我就是把它当做，鼓励的，就是好听的话。结果没想到我真的考上中兴大学，然后他也真的送我一部钢琴。我就公家的随便跟你讲，他是那么不鼓励的。啊，那个还有我说他的罗曼蒂克，就表现在他对大嫂的感情。他是从幼稚园就开始追他的，他从幼稚园就开始爱上，然后一直追到大学毕业还追没有追到。他们都是同样在台大，可是一直到大学毕业还没有追到。我已经一直转工，他大概很失望，他就想说他出国念书了，我还记得听说了，我没有很秀，但是我知道说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这个去卖了一间房子，就是准备要给他，就这个时候大嫂说好了，所以他就没出去了，他的整个就不一样了。那还好，这样子他因为老在台湾，所以他的生活更多彩多姿，然后他有他的事业上的那个。还有我要讲的就是，他很节俭，他对我们这样子，可是他非常节俭。他那时候他事业差不多是，因为我为什么那么知道？我从美国回去以后，他那时候要来美国，他说他希望我可以在他们公司工作。那我的毕业公司，那个公司那时候大概三四十个员工，然后刚好碰上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时候，所以那边有差不多快要接近全省的员工嘛，大概快要接近100个，可能80-90个，我不想也差不多，就是他成长得很快。但是我那段时间我在那边，那每次有时候他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当我在罗林度的，伊去食饭，伊拢食一碗卤肉饭，迄是伊的。但是如果你伊人带你要去食饭，伊定带你去食足好。伊家己拢吼坐巴士，甲行。我说你为什么不坐计程车？他说我要知道这个社会的脉动，我就是要坐公车我才感受得到，我要走路我才看得到。这就是伊的迄种。然后他常常出国，这样子飞机场来来去去。是员工来跟我讲，说董事长这么奔波，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员工，我想要来讲，那晚叫我去给讲，接受。那我就跟他讲，说员工在说要跟你接受，说为什么？我坐公车足简单，足近的，所以他也不让人家，我还好员工给你接受。还有我二哥是做旅行社的，二哥常常跟他讲说：“大哥，以你现在的身份跟你的情况，你至少爱坐一种商务舱吧？”你说为什么？伊讲我吼，我坐，反正我咧吃飞机顶就是看车甲坐，我坐安尼嘛一搭，我就在旅行分析。所以这个是也很活生生的野生活上。我看了，因为我那差不多10年的时间看了，所以我讲我大哥，我们真的是想到他就是爱的在我们的心坎里没有感觉。还有他对我父母的那
那种爱，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可是我可以从他的眼神看到这样子。有一阵子他是黑名单，所以他不能回台湾。哎，就想念我爸爸妈妈，他就叫我带爸爸妈妈到日本跟他回国。然后他看到爸爸妈妈的那种样子，我到现在还想到我就会心里麻了一下。他在我们出来的时候，他在对机场的人凶，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等很久，然后他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年纪那么大，你们这个机过关为什么要这么？他居然有点跟他无理取闹那样。那其实人家就是这样子做嘛。好，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记得他就全心陪我们，他带了一笔钱，带着我们吃好的、住好的，到我们的到处一边玩就好玩的，就安尼拿到这种好处啊！我就带着爸爸妈妈就啊，我看到他跟爸爸妈妈，他没有讲话，可是他一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很高兴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幅一个图画。我有幸看到这个、啊、大哥呢，他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很 care， 所以当他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当发现跟道理他离开差不多一个月，就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我妈妈是他走的前一天还是两天从美国回去，那时候爸爸已经过世了，他回去的时候，我有一幕我好像也不得不讲，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痛了。然后妈妈的那个神情就很沉稳的手就坐在他的床边，然后一直手一直摸他的手。那但是妈妈手表现出来的就是沉稳，我只能用这个句话来形容。那有时候他会很痛苦的时候，闽南的悠干干的时候，我妈妈是说：“阿健啊，因为他这是他我妈妈叫我们的方式，就是说阿健啊，你健康好吗？”你知道他挤出来什么话吗？他说。不是啦，我在跟你塞奶。他那种样子实在让我觉得很，就是那么美啊！我现在说，我以前还讲，那一天是母亲节。对，而且，可是我觉得，有人可能会抱怨说怎么那么残忍，可是我看到我妈妈的那种沉稳和这整个。我想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也所以，我只能说很美，很美。这个就是我的感想。我跟你们讲这些，就是因为就是我们那么贴近的人所感受到的东西，所以我想应该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好，谢谢，好感动，好感动。我们请那个陈正典，好不好？没关系，后面的我都记得，我没有忘记后面。各位先輩，啊，到了西面哦，迄当时国诶九年甲抗日时，咱伫个南加州诶运动，就是太平时无，也无就是五西面，即两两座诶。那想太平时无，想五西面，五西面时就想太平时无。啊，迄当时加西大汉国，即五西面。一个王贵人，还佫一个老伙仔，迄当时上上慷慨的五四年，伊是慷慨，所有人活动，伊讲甲伊借一百块，去借报纸，轻轻无一千块，伊即边后壁出去了两千块、三千块，放心出去。有一边我是就做个笑声讲，你穿的迄领衫，较黑汗衫，破破。
我立马去换一件新的，用我今仔好会当穿的。啊，有一年，伊去我身上，一节经济舱300多块，迄、那个平民面一个1000几块的，因两个是斗阵去哦。啊，伊讲伊看外欠的人，是怎样嘛？我是讲足工足无足无公平的，伊也遐尼早去。台湾的这个人一路安尼，总统也着也看无着，哦，啊这边的差不多安尼，这台湾差不多一旦有一个成绩，伊也拢总看，就迄种是大滴期待，伊这煞滴期待滴期待，我说你爱食饭，迄种是伫这房间内底，这个以前叫做王爷舞蹈社，即嘛图书馆迄个是啥物？王家三温暖，啊，阮的迄个房间就即卖迄个，即塔平是无，迄当时伫内底，啊，王桂英的办公室也拢伫咧遮。迄当时塔平是无，伊去共做保留，煞变成爱倒掉，爱关起 close， 啊，啊，倒尾煞倒去个 close 了，煞变讲搬去。王金聪、王玉树遐，这所在拢袂人。迄当时叫拍手个奖，袂用个用个，到尾起来改做英文，拍手个叹，太平时无够。哦，迄当时多人走，多走走两年，到尾走到起来衰掉。迄当时也无会起来，迄落个，迄算保龄是讲，哎，伊个算讲你若无做迄落即个变 cross 哦。物件拢装无去，啊是啦，有影吼，即人生的即个建议，我你讲伊伫个房间内底，伊爱食饭，吼、哦，啊即到可能甲以前讲，啊若无中昼，伊爱食盐生啊鱼啊，啊，迄种时阵呢，可是足大呢，啊，即也是咱呢，等下等互咱少年呢，我甲讲真了就好，多谢。Simon， 你要讲，那慧乔，快点啊！我想，我爱讲正代志啊，因为迄个我87年较正式来去洛杉矶，对休斯顿快洛杉矶开车，啊，其实我迄阵。才刚做一间个后屋吼，啊500块尔。啊，伫92年的时候，都黄信介吼、哦、有来到咱洛杉矶。迄阵伊或者元帅东征啦吼、哦，因为伊本来叫关掉，然后恢复伊管理了时，啊，伊去做立委，啊，煞了随个辞职。啊，了的时候，拄啊讲迄阵要选立委的时候，派去民进党派去花莲选。啊，华人算是选书差了67票，哦，啊，就大家就讲有咧有做票，啊，其实迄阵做票，因为迄阵选迄落投票的人数，甲迄落登记投的票，啊，甲票数差700-800票，安尼啦。啊，这黄世杰都来伫咱洛杉矶啦，参加迄落民主圣火长跑，哦，啊有画一个民主圣火的长跑迄、那个。迄个图，啊，带黄信介先生也来，啊，就西面遐，我有甲伊有知影伊咧反贪污是无作息，但伊知影作好嘢人对啊，啊，我迄阵了一个演讲了，哎，黄信介演讲了是开始拍袂迄条图了对啊，发了500-1000-1500，啊，我咧甲伊发了对啊，迄阵我可能做生意，小可歹小可啦吼，我来甲伊发，因为我西面是咧教我咧发。我知伊做有一个人咧，他花到3000，我讲3000无，啊，所以我西面了无去花，啊，无去花无去图，我等于我退掉。啊，到尾仔时刷的时吼，出来伫迄个算个场所的外口的时，啊，有人问讲西面了，你太晚去甲伊花，啊，西面了讲一句话，我印象到即摆阁作深，西面讲。哎，少年家也无啥咧奉献，可以花，你当不是咧奉献？所以这是我对伊做
大印象。啊，以后我时阵讲到会你圣诞，我想这个大家参考。谢谢。来，桂桥方面，桂桥来，哇，大家拢就有故事的，很有意思。啊，一摆接阮，伊咧饲鸭，伊嘛接了，接钓互投资。啊，阮问拢个讲好，到时伊拢想想讲，这鸭吼，卖趁钱个，无爱阮了钱。啊，所以讲啊，当作我处理就好。啊，到尾我知伊个鸭可能到尾无趁钱。啊，若土地放久啦，我就是无趁。污染。啊，啊，即卖个就嘛，伊就是讲，拢替别人想担代志。伊到尾就好，伊就八五年过身嘛。哎，等着我来搞讲，啊，你有问题无？你安怎都做关心？啊，这个西门社即摆到尾是真得好个姊妹啊，真好个，就是迄个做，要改姓做大姐啦吼。伊教我给我找一个这个西门社，所以阮互相拢有，平日个互相来往。那也不是得外的，听说也不是得外那么些的，所以今嘛巧讲，也哦，这不这不外是三万，也要是三万的，所以我真感谢西门社呐，真照顾我，我直接呢，感觉讲西门兄巧讲我真蛮做的，这个台湾工农活的时阵，伊嘛拢真帮忙，虽然太平时的出钱出力，啊工农活伊嘛拢出自己。做支持，所以伫只，咱伫只虽然感觉讲伊是一个真无替别人想，有迄个服务的精神。OK， 多谢。来，请张静坐来讲讲。可以。我姓张哦，张静坐哦。我是会讲台湾公益部的共同创办人，哦，这个共同呢，就是跟这个黄树林哦斗阵做，哦，因为我的叫伊无讲，我无去研究伊个歹势，哦，我跟你讲讲这个跟黄树林这个关系哦，事实上我是生意人啊，哎，来美国了后，干那会晓做生意，啊，知影讲心内有滴想，是讲恁奶妈对这个。台湾有什么讲？敢那有我是唔敢，因为我做啥物做甲足认真个，吼啊拼到要死啊！是中间哦，嘛是一个小插曲啦吼。因为我进口鸟人嘛，啊我囡仔是在我出口国在台湾出口鸟，甲鸟有关系，所以我吼有听人讲个吼，讲啊，迄黄先生哦，伫咧即个诶青龙吼，诶有一间 office 吼，啊两年饲只，两年大只饲只。我唔知伊是啥物，我去个遐，有去遐乌鱼子个看，吼，我感觉真简单。我干来会记个啦，伊去卖台不来打，啊，可能遐去卖啊，卖咱 register， 咱拢记伊本钱，吼，啊，这是一个简单。另外呢，我吼，安尼下个即个西门遐一个关系，实在是我无啥物关系。但是呢，因为我真正恁崇拜即个太平时，迄当时吼，伫发明的时阵呢，马上呢，咱台湾人的希望就拢建立即个太平时的关系，吼。啊，我也是食拄好，佮差不多啊，叫我做七年，叫头个北京，吼，我就来偷偷吼，以前表小妹，我叫他介绍，我替他介绍。你这个家族民主活动的人，什么人？也是比如你，我阿哥，我们当时在澳洲的时候呢，就是啊，丹家人，吼，啊，我们斗阵，吼，啊，迄个，迄个啥，迄个，这个，咱就三兄弟，
伊在参加世代会，来阮家住一礼拜。哦，啊，这个好，足够的，这个介绍人，我来甲介绍。不了，从那去，从那了再来美国，再来去前几年，吼，这两个先辈，啊，甲我带伊，啊，我再乖乖，啊，加减做，加减做。啊，做到尾了呢，大家拢在拍拼呢，吼，拢安尼，什么花期待吼？啊，思想我嘛无什么关心啦吼，迄东西。我算讲是安尼跑龙套啦，哈、啊，无什么讲个。那会知讲台湾发生一大这个问题出来，就是一个人爱需要光阴等于台湾。吼、哦，阮这个老大哥吼，嘛拍头风，我要去选这个台北诶，伊们叫做国台嘛，国台。啊，啊伊嘛等于了要选要管理吼。我嘛去带人去安尼去台湾去安尼去说嘛去。嘛去甲恁家去吼，哦，啊，所以台湾金吼，讲要台湾金，你们知影无？讲要自杀吼，吼，啊，阮是哈密斯啊，吼，啊，阮嘛阮种，阮大家拢去啊，吼，伊嘛去啊，伊甲我甲伊拢，啊甲三个人嘛，啊，只啊坐台车去啊遐，吼，去啊，所以我嘛有参与了，真正参与，因为我一个人去台湾，我做生意去台湾，吼，啊，什么？啊，了后呢？因遮大家拢足拍拼，头头是死的，顶去台湾去拍，有诶去做。连贵国台啦。连贵国台啊，嘛有较困难诶，像张昭仪吼，就是去做民进党诶，即个台务长，吼，即较困难。嘛，大家拢有转去就对啦，吼。啊，我无转去，我胜利啦。啊，根本种哦，只能去台湾，只能去。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1989年的时候，1989什么民进党成立吼，87年成立，啊，这美西的东部的成立是大概伫个1992的款吼。我们规定人拢总加入民进党，啊，去到去古坟山，哦，咱恁来去，有人去古坟山去，就那成立这个。那会知影过无啊？你出国人拢走到对面台湾来，吼、哦。即、這个第一任的是即、這个洪顺哦，吼。啊，第二任是江兆仪，江兆仪现在做了那半年，伊又要转去了，煞无人了，啊，煞叫我去做。哦，我嘛诚认真啊，一早起拢去舞着进，所以哦，有啥大家真侪人哦，毋知影我做真侪人，讲民进党哦是安怎样歹，安怎样歹。实在讲是，民进党实在是哦，拢是安尼牺牲，安尼打出来，伫个要时间。哦，我嘛做安尼，生意全部靠王天，了做两年是呐，拜托，人民来叫国民党来接。这个中间呢，这个发生的这个公司面哦，我所尊敬的这个人，比较实在是足好，吼、哦。啊，甲我是无什么真熟，但是我知影伊这个人足好，吼、哦。啊，我是呢。就那用过第一，我做主委，哦，做民进党的主委，我就那想起讲啊，这个人伊也是黑名单，也是咱民进党的先辈，啊，搁在拍拼，吼、哦，这个应该是也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主权这是先锋啊，所以一定要第一年来抗日党旗啦，我记我记我那个想，我记想讲爱来当抗日党。所以这个历史呢，是我足好运的，吼、哦，去拄着，啊，足好运的，啊，是呐，有机会通好来孝敬这个无事的这个老这前辈的心，啊，讲给恁听，啊，然后我就怎啊，这种感觉够有嘞，这种感觉较无啦，就是啊，你们这个生意做吼，阮太太破病，吼、哦，啊破病，阮就怎啊去信教。哦，啊，信教其实呢，足好哟。信教了，阮太太哦，全啊袂惊啦。以前咱台湾人哦，拢信这道教，什么教哦？你知影哦？哪怕是出山的时候，边啊拢有放一挂什么，什么道教的，什么落去什么地下来超度啊，你看过没有？啊，所以有伊这个真歹的这个印象，恁太太来哦，会起惊。啊，所以惊到要死啊！了后再好信，阮就想着这个，阮就去信达了，吼、哦，去信达。
啊，这个咱说明说，相当是讲讲太太讲教，好，我就在感谢一下。啊，平常时候，平常时候等于讲个仔，哈，这基本是真好的机会，能够一个报答的是。好，多谢多谢，我无啥物能够谈论的。谢谢。我们请前空一名来公民堂会，不用没关系。我来，我来，公民堂会，他不是这样子。好来，好。我已经两个家伙。啊，因为你讲那，你说现在你办这个艺人这边那点做什么嘞？政策平安。哎，这边呢为台湾民主运动，为了台湾独立建国，牺牲打拼出来。咱大家拢非常的佩服，非常的感动，非常尊敬。啊，意思啊嘛，茫茫足侪人经营事业，也是买卖土地，赚偌钱成功，帮助真侪人。其中我一个朋友刷先生，刷台伦先生，伊受西面遐的照顾真侪，啊，常常甲我讲西面遐的代志，啊，正想讲，我正想讲，啊，有啥物机会通互伊？一些民主头前来表示伊的感谢，啊！你真侪亲戚朋友来这表示感谢，我有太多在家里面安排这些聚会，啊！今天就来这吼，是不是？咱说刷心情来讲几句。刷心情是经营这个高场。大家排山倒海，哎，对起家开始的学生一定还照顾吗？不想。我对印第安纳搬来卡州，也较关注，也较挖出来。我对印第安纳才住了两年，腿部未通啊，还没再用，还是找来家。找来家是喜欢张太阳，你们这还是身边的好朋友啊。他咖啡用那个小黑，哦，大家。都是七六十岁，你讲，啊，你住阿遐，青砖啦，来什么做啊？来加州啦，就都走了。走了第二天，我物件住，我住阿遐，比如科技用的边阿，走来阿伊搭。第二天我讲，哎、欸，我后边种啥哦？啊，用不着未啥通啊，阿咪怎样？啊，今仔爱读书，啊，甲你讲个就讲。啊！你看到唔讲，你吃食，吃食都会使哦。当时就讲去西面的呀，我西面的，我阿西面的讲话，叫去找不住啊，啊，怎个打折啊？你，这么过去四十年前的代志啊？五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代志。所以我系吃食啊，我以前我系大笨，不去吃唔住，他再大金，安尼工作两边。你那家就上水的几家子够，很暖设备。他一当就够人看我，净利7000块钱，请一个跟我给两个人，大个月都七百几块了。我太太讲，天天在杀生死自己，小老生病了就把脖子捏断，哦，啥都不行。他见到杀西个月讲，很简单，你要养两个，自己在这里养，三个小孩子。我带回来台湾，我多一年了，我就收下啦。啊，收下啦！啊，身边人咧进歌，哦，我甲身边咧讲，要进歌，去我农场咧看，我就去农场咧看。身边实在是哦，那个心量之大，你找不到第二个。我来美国这40多年，我没有碰到有一个，不是说旁边人都是不好了。但是要像吴新烈这样的心量之大，我说，我们几家人来讲，不全部去啊。伊也唔跟你讲吼，你来搞我。所以这样起来讲，几家太简单了。我说你困难了，不是，就在那里讲话筒的避孕，什么鞋啊，那个消毒剂，才能去加防，我去试下样，落个就去，落个出来。有的人是无力去学啦，今日你该收行李。哦，啊，就设计壁雕，啊，就给你考掉。那是这个心量之大，连 Foster 连我那个小妹，她在后来她是贪官的。进过去，我哎，啊，家伙不当个起啊，
啊，你知道？我按你进口，我来看看哦。那我去看，我有三个经理在遐，我三千六百票在遐咧，你管？啊，我就去啊。西边的较好的人，伊请伊三个人，怎呢？我逐天啊买三个便当，叫伊食。啊，我叫倒汗水，做工干，我叫伊骂。你来要创啥？我想要看看的乌鸡啦，哟，无汤啊。到半年，我落去做工干来倒汗水。啊，几杯便当三，哎，你这便当小了，两块贵嘛哦，你那那两块贵的便当，你说你了等，可怜的，啊，你叫我，不是讲跟讲气派面啊，三四千万给你买嘞，啊，你我来做啥？我随便你叫我来啊，啊，所以我话就讲，你卖惨，讨厌情况，你卖惨，咩啊开始要进歌的时候，我要进歌的时候。困住唔入去度咩？一間我問西邊嘛，西邊咧是出錢嘅大頭家啦。伊哦，了足多錢，坐只船頭頂頭我知影。金融局大，你西，遐个工作人员，遐是水，趁无錢啦。農場的是，趁无足多錢嘅啦。啊，你了到底有趁錢无趁錢？未知知影我唔知。我去龙岗，前礼拜日我去，我去了咧，看龙岗这边在打湖南水，大家都知影啦。我去阿先生带我去，我坐咧坐，啊，你来就我龙岗水，啊，我咧人，我无看人啊，啊，我咧讲哦，哎，啊，你咧困住哦，我咧问你啥哦，困住多久啊？伊讲唔爱甲我讲，摆明的就是讲唔甲你讲啦。啊、我都不做啊！我困住要做伊咩？先讲，别惊，带我来，去边看啊！困住个想啊，对啦。啊，本来我无病啊，抓我，哎，偷偷抓我，偷偷抓啊！你也不要讲你们，我就跟你讲的，小杜先生啊，这个阿公，我就我身边的心量够大。天下找不到这样无锡的人，心量那么大，啊，我一个是的。我是的，他就说再来一瓶。他这里 OK 哦，他这样两个人熟识，人家不熟识，挂人啊，啊，买一个起来啊，就遐1.58的那个的土地啊，咧起价啊，存刷了去进高，啊，咧拢是西边的好看出来。啊，我有一个，哦，伊嘛是给我赞助个，啊，这个太厉害了，哇，对，就是，那个，也太厉害了，我有听见百香果，啊，这么做百香果是我头一个种的，本来是阮家，以前我家只啊种三年啊，啊，有一年咧大林大个种。大是裸身的人，足大变干，一盏灯灯死，啊！我比如大家来了，再去摇摇的来吃，啊！我怎么摇死了，我就无个钱啊！所以比如啊，带你来，要钱啊，就来进，搁进来，搁进来拿来，你来了就来捡去吃。啊！我后边有土地，我十年头，我后边有土地来去进，进差不多20丈。啊，第二年就开始换啦，啊，20丈换了，开始装修啊，去卖，去我卖菇的市场内底，迄阵是进菇是逐间去卖嘛吼，我十几个人去啊，逐间都去甲行，手去甲行，3天了后，摕20箱出去，退17箱转来，我这个物件，无敢咧金芒树啊，你遐金芒袂使，你求伊啊。啊！咱百香果都拢一直会求的啊，3天啊，拢退倒转来，退倒转来，迄天4点外，我大头反正看到了，讲
那啥，有人讲要来咱买白相，我拢做买买。我阿姨来噻，爱做沙乌地阿拉伯迄个菜价，甲这一家这个大弟兄上去上去沙乌地阿拉伯迄个两个是加的低了，加一平的低了，两个两块看着阮阮摆阮提二十箱摆大概六七斤的所在，看着啊就平安看，啊拢遮大粒的。因为较早因个白相个拢是，啊台湾较早古早是用碎碎粒啦，我啊即摆美国也一个也是一块，啊就看到迄个人嫌买食不客，假如哎啊这个味道很好，就是要这个味道，啊就去阿妈就问迄、那个，我爸嫁的迄个讲，哎、欸、我们要买，你告诉我这个人电话号码，我那你要买跟我买就好了，你问我那个电话号码，我怎么会告诉你？哎，那我买一箱，看见哪有电话，我嘛也喜欢哪有电话，买一箱，啊，就敲电话，敲电话，阮那大那头的，啊，就安尼就去讲起，就拢卖一个，就拢卖一个。啊，较早我进股的时候，也是卖一斤尔，卖一斤，也是老百姓，卖一斤啊，做十，进十几年，也是卖一个人去。哦，啊，做这百姓，我嘛，这嘛嘛是有一个人去，所以我爱做什么，我什么咱这地，啊，干这嘛，虽然市场内底这嘛是兵荒马乱，这嘛我做高米啊，百姓我头一年种的，啊，高米这嘛满街都是有了，还有一磅卖一块钱的，我说啊，这个人家问我说，哎。啊，菜人家卖一块，我说你赶快跟他买了，不要跟我买了。哦，啊，我的人就是袂安尼讲的。哦，啊，有的人就跟他说，哎、欸，啊，这一块钱一磅，我说一块钱一磅，啊，三颗卖你一块钱，那我一个月最起码四千块啦。工资就爱超两万五千块，啊，其他的开销嘞。我不要叫你安尼讲，一毛钱一块钱，是恁家后边后院子静静的哦发出来。那边边哦，十万米，三十颗，你不要多了，这，我说那个不成气候，啊，我老婆还叫着那边边不会对的，啊，家里本来我是讲的，我炸出过来，我半夜里在等一撮的铁矿边冒火子，冒火来，我身上一分家伙，半夜冒足钱。厉害了！你看，做美国那仔来太平媳妇，哈，不来。不能，不能去引导，不能去。太惨了，不能再上了。我就是在引导仔的嘛，哈哈哈哈哈。他不在就对。他想报复。好，谢谢，好，谢谢。这个，我能力摆的。我不看你头讲话头一摆。哦。七十七回头一摆。哦，谢谢。哎，张姐。行，啊。很感谢。老板好，不错。那边的大家，大家先坐起。我是大家我先，我就是当家，我都不客气，我家啥人不是当家啊。啊。我相信咱电视内底吼，除了相信到位阿头吼，阿个因为是诶生命诶提前使命吼，咱做讲一个到啦，甲生命诶即个姻缘，阿个即个上古啦，六七十年吼，我是七十年，所以我从细汉伫相信到位，就是当我好，算讲歹做是讲咱生命拄啊细汉时阵吼。我也拢熟悉了，对啦。我真感谢，就是讲，阮父母伫个浙江年代，就来移民吼，来移民来南加州，啊，真紧吼，就有影视的设定，就拢来移民来伫个南加州。啊，我哥哥伊表，我再来自己来。这边吼，三个，拢受着西门兄甲西门嫂的照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西门兄、西门嫂也算讲啊，陈牧师吼，啊，甲迄个吴长老
是拢伫咧台湾时间较长，所以这名啊是人数，因为阮以前伫台湾拢是常来教会，啊，搁我的爸母有一段时间因为受着常来教会陈奎俊牧师的车牌去开设这个永春教会，所以这名啊是人数，迄阵啊嘛是拢有去遐做阵咧开设，所以这个。父母甲前面也是认识，伫咧台湾，伫上个教会，伫中央教会开始，就是讲有足好的因缘，佮有参加这个台湾有一个一、這个合唱团啊，金色合唱团，金色合唱团，啊，是迄个爱将这吼、個，这个阮妈妈拢有参加，前面也拢有参加这個金色合唱团。啊，我那有去电视台吼、哦，啊林宽的老师做指挥，啊所以伫咧美国父母来伫咧遮移民，什么啊什么说不但干呐，拢有照顾乡邻人，啊嘛算讲对阮爸爸妈妈干呐，大家父母吼，我常常来关心，一直到阮爸爸过身，啊什么说嘛，一直拢有来。吼、哦，来咧看我的父母吼，那、哦、来咧关心，所以啊，甚至我讲啊，无人无人啊，无人啊。我咱逐年啦，选举拢转去台湾咧拍拼啊。啊，说袂说，逐摆拢哇，都包钱了。都带你啊！啊，个人讲，哎，啊，你要转去选举吼，要去拍拼，啊，你唔得带。你去了，都足感谢哦，啊。这人数拢算，算我阿公偶然支持吼，即款的可能实在是，这个温情实在是真大啦吼，啊就是讲咱少年吼，啊都比较有机会吼，这人数，感谢阮一家家吼，咱家啊个拢是同款的心情，好，多谢。阮前操，阮伫初中、高中吼，啊，迄阵啊，就是看新闻听，敢若是阮的偶像吼，因为迄阵啊，拄啊定定出国吼，啊，伊拢会拍迄、那个，迄、那个幻灯片，啊，幻灯片拢来互阮迄少年团家来看吼，哦，阮拢足庆幸的，讲会当然出国吼，来达国来去，啊，我1971年要来美国吼。啊！我是迄阵做兵了，想要较紧来吼。啊！阮爸爸甲西门兄讲，拜托，出一个聘书单吼，安尼用聘书，安尼安尼来较紧吼。啊！结果伊都足紧的，都聘书单。啊！我摕去美国领事馆去签证。美国领事馆查我，咦、欸？啊！这個、公司吼，阮这内底无呢，因为西门兄真巧啦。伊几间公司吼，摕迄副，迄个细间公司个啦，伊个细间公司个话，啊，我甲迄美国领主管讲，啊，我确实有咧伫遐咧做较重要，还是你查个较重要，吼、哦，我就甲伊讲啦，啊，尾后安怎话，有我签证，啊，但签证了吼，过来，就爱迄落啥。六个月，迄、那个关关签证六个月了，就搁都爱搁迄落，都爱搁搁延长。啊，延长吼，我来搁甲阮爸爸讲，阮爸爸就甲伊讲，甲西边兄讲，西边兄过去一张职员签字好势啊，迄、那个纸白空白纸的话，看你要安怎写，你怎么写？哦，我来面对做文章验过，真感谢。啊，过来哈，过来1979年开始哈，一个兄因就住伫个韩国，哦，我唔知影几个人还会记得伊个当时补起来吼，啊，我定，你怎定对因兜，一个兄甲我讲，我怎啊吼？大概伊讲40几岁，伊讲我要写批给我50岁、60岁的细伢仔，吼、哦，要见过，因为伊看50岁的人的看法，
甲六十岁人看法安怎？伊讲我要写批复我五十岁西面，六十岁西面，结果伊怎样要做代志？爱安怎？真趣味，伊真特别嘞。啊，搁捌一摆甲讲，阿卡，我即摆吼，到我过生以前吼，我钱拢咧甲用啊了了，无花。伊讲说伊要计划，安怎计划？我唔知伊想咩计划。那再无用啊了。多谢。我们今天吼，还够有人要讲。我们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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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伊就看到我，就来足好嘴，大家拢知啦吼。伊就讲：安哥，安哥，啊你足缘投呢，安尼来讲。伊就讲：叫你啊，你吼，遐个读册，啊佫遐乖，佫遐爱讲话，遐敖讲话吼。啊，你就吼去做咱台湾人的先例头哦。啊，伊讲好啊，好嘞啦吼。所以伊过只佮你念，妈妈，我想要较早退休哦，我要想要老要来做遐哦，安尼吼，佮无。啊，佮物件安尼难办。下面遐足听囡仔，真正足听囡仔。伊看教会囡仔，伊拢会向伊打招呼，啊，伊佮阮幼儿拢会足好。不是安尼尔，爱讲搁较听听，爱讲伊真够关心，因为1988年外先生就 pass away， 就去天堂啊。啊，幼儿就是，伊本来是加州徛在册读册，伊就讲教授就甲伊讲，讲伊迄落你乖到这内底唔好啦，干做研究，啊，就讲讲，哎，干着申请先，哦，着申请着奖学金。吼、哦，迄个讲全美国五个学生会当讲全美，啊，搁一个月800块给伊啦。吼、哦，啊，伊就真正去罗切斯特读册。爱讲哦，伊就一边在个敲电话甲我讲，妈妈，爱讲阿姨较会知影讲我需要，阿姨较会寄支票给我咧。妈妈，伊甲我讲，伊毋是讲毋是干呐，西面遐疼人，爱讲也是足疼人。所以因两个阿母是真好个 couple， 对阮教会也是同款。啊，我虽然袂当做商会，但是我对台湾诶《太平洋时报》足认真本啦。若到拜五时，我就去诶拜日时阵就去摕报纸足济，阮迄个报纸爱讲若摕拢无时阵，你诶咩啊？伊若无摕无报纸，我绝对摕有诶啦。伊迄个报纸诶人吼，迄个卖报纸诶人，拢会甲我留起来，哎，拢无摆在卡面拢留起来，就是落去要去摕啦。所以本来去旅行，我拢拜托人讲，你就是做一个人，你若是讲要摕诶咩报纸，就是足济。所以我逐遍食饭饱，伊到尾若食饭饱了时，就是认真通爱讲两个字，分报纸。即嘛，阮教会有中国人啦吼，所以我嘛，伊咧讨我嘛，给伊，我啊，你看无，你啊，去体谅下我，你袂使甲遐甲我，啊，袂使甲遐做对去啦吼。因为我到尾有发现，就讲客客啊，拢为着要让我欢喜，也是安怎，毋知。伊客客时拢下到乌白下，拢无客着伊，所以我就家骂讲，你客我报纸，你拢无咧看，你拢甲我乌白样，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就是讲，听台湾的人，就是咱这个西面乡和西面社，真正是毋是干呐听伫遐奋斗的人啊，伊就是听遐。高知有需要帮忙的人，伊囡仔。谢谢。哦，安尼好吼，啊，无论你要讲对吧？免。啊 ，Amy， 这个 Joyce 要讲。好啦，我来讲你啦，一鸣惊人啦。一鸣惊人啦，啊？不真啦，不真啦。Joyce。安尼。好啦，叫伊是要讲啊，啊，好啦，好啦，我做诶物件，伊拢有甲我通过，我是物件有互伊通过，可能伊是幕后英雄啊，你做，嘿，好，安尼，但杨六哥会补充诶。无啦，我想讲气氛了好吼，咱个酒是微笑好无看，啊，咱各大拢是。唱互伊听啦吼，唱互伊听。英语一摆，台语一摆啦。我搁补充一字啊，而且迄上内底吼，有看到咧惊啥？是，你是 Eric 啊 ，Eric 啊，啊边啊有一张相哦，有一个是即卖礼拜一入场哦，迄个是 Eric 的苏家传呐，苏家传是，哦苏家传，好啦，你找可能无啊去找，不只相啊 ，OK， 咱大家吼坐真久啊，徛到唱微笑乌木坎吼，啊第二只唱台语吼，微笑乌木坎。微笑。
多谢多谢